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，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该记住的日子。我们要铭记历史，记住落后就要挨打，警钟就要长鸣。这段历史，牢记爱国主义精神，要把这种抗战精神永远的传承下去。作为新时代青年，我们要好好学习，苦练报国本领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终身。